六尺巷，清康熙年间，宰相张英世居桐城，其府地与吴宅为邻。有一年，吴家建房时占据张家的空地，张家不服，双方发生了纠纷，互不相让。张英家人见有理难争，就写信向张英告知，欲请宰相为家中撑腰。张英看家书后，并不赞成家人为争地而经官府之行为，便提笔批诗四句：“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我家两堵墙，前后百里长。相隔六尺宽，包容无限大和谐世中藏。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它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Cheers.